们来了，歌手现在来了没有？不知道，有吗？看，好像是，哎，谭晶来了，我们的。哇，谭晶好久没见了，自从我们上次唱过的那个这个叫深冬奥的那歌之后，我们就没见过他，对，咱没一起合作过。我觉得你在下面坐着是不是很难过呀？你们俩，对不对？大家是不是要请上来跟我唱一首歌？大家那个喊声不够响亮，再来一下。好，来，谭晶。既然今天是一个这个非常特殊的日子，那你就特殊一次。这个有工作人员，我帮他上来，他如果他不知道怎么走。哎，今天够有惊喜了，有没有？啊，大家，我非常非常感谢大家能够在这样一个夜晚跟我一起度过，一起好吗？我这个天天在家带孩子的，已经不太会唱歌了。那太好了，我们就想听到不会唱歌的。把我给拽上来了。以后呢，一直就在家里带孩子，所以他可能最喜欢唱的就是童谣了，对吧？我现在最会唱的就是睡吧，真的是特别开心，可以到现场听南哥的演唱会，也一直来想来听了，但是确实以前自己也是非常忙，生了孩子以后又带孩子，今天能够让我在现场这个震撼到，他的声音真的是我觉得。许许多多的歌手当中最有魅力、最有磁性的。唱一首合唱的歌曲，我有首歌叫《美丽的神话》，觉得好。大家觉得这首可以吗？可以。是的。对，如果我尽量跟着你吧，因为今天你是主角。好。熟悉的脸孔，你是我手的温柔，就算泪水也抹天，我不会放手。的承受，只因我曾许下承诺，你我之间熟悉的感动，爱就要苏醒。冰封的爱恋，真心相拥才能溶解。风中有一路上的光，不灭亦不休。等待。去转悠来，如今随意向我
相随。美丽的生命。